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艺人修杰楷和贾静雯结婚后，陆续迎来爱女布布、波妞，加上梧桐妹，一家五口十分幸福。他们的小女儿波妞在三月出生，目前已经快要四个月大，最近越来越活泼，也学会自己翻身了。被称作是新好男人的修杰楷，近日便体恤爱妻，独自出门买菜，居家打扮被网友夸赞超帅气，贴心的好老公举动更是再次虏获女粉丝的心。修杰楷八日身穿白色上衣、深色短裤，戴着黑色帽子，脚踩运动品牌拖鞋，如此休闲打扮不减魅力，手边还拖着菜篮，不忘拍下买菜的过程。只见他回到家便将战利品大包小包的堆在地上，笑说买菜兼运动，怎么每次买完菜都有种家里好像住了20人一样，并透露还是传统市场比较好逛，而且今天买的量比起之前已经算比较少了。